干啥的？这是烤全羊。不是，我知道这是烤全羊。对，烤全羊磨灰的挖下子。嗯，必须得挖下出身才能做成烤全羊。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是挺有特色啊，对吧？这是泥炉啊，还是窑啊，土窑啊？这是泥炉。泥炉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这俩写给我带好了。好嘞，放心放心。好嘞，你回去啊。啊，我有直播，一会儿。那羊咋办呢？等着我吃啊，到时候啊，你直播还回来是不？回来，等我，行行，那还回来干啥？不是那个，早点回来啊。这个是烤的，我是我们的羊吗？这个不是，不是，这是给你们准备的。那就别合计了，赶紧吧，抹料吧，抹料，整吧。需要给它腌一下，料在这儿，对对对。动作太迅猛了，腿。哎，你闻闻这个料。像啥呢？像啥呢？我刚一闻，我就觉得有点像吃的那个辣条的那个味儿。啊，有那个味儿，有那个味儿，特别香味道是吧？啊，对。嗯，这里边都是有些什么料啊？这里边主要的有芝麻、孜然，还有辣椒面。然后其余的配料就是我自己研制的。这是我能看出来的，就告诉我，剩下的就告诉你。对对，不告诉你，你看多能琢磨呀。这高老板就是不一般呢，羊屁股多给我抹点儿。还是羊屁股？不是，我就说这进味儿啊，那块缺料。你看这个羊尾给你留是吧？羊尾给我留在空隙里头。哎，这个料抹了，咱们先腌制一会儿。这回咱们做准备工作，开始烧土窑。哎，现在这个砖头要给它挡上啊。对呀，得把这个都封好。哎，你看那个炭火是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果木。果木啊，果木烤全羊烤。哎呦，你太会研究了。果木烤肉你吃过吗？吃过。就烤出来的那个肉吧，有那果香味儿啊。啊，还有拿泥封口。对呀，把它不让它进入空气。啊，全封闭式的烤。好滑。你跟谁学的呢？咋研究的呢你啊？你看咱们以前传统的烤全羊吗？啊，都是用炭火烤的。啊，我知道那种开放式。那个烤出来吧。它里面生，外面熟，嗯，然后一层一层吃着不方便。啊，对，这个对，烤出来吧，咱都拿片着吃嘛。外焦里嫩的，特别香。用一种焖烧的方法，里外全都捂熟了。哎呀，这个是就纯是用泥砌起来的吗？不，这里面还有好多那个，还有稻草啊，咸盐。还有盐，对呀，为什么要放盐？放盐它结实耐用。碳够不够？够，肯定够，就这点碳就够了。够了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。就这样手试一下就知道温度行了，是吧？这经验。对。试一下，明天回去可以烤全羊了。哎，烤猪手什么玩意儿？烤猪手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开始下羊了。这个就时间也差不多，正好也能行吗？能帮个忙啊？来，可以，来。交给我也可以，来，我来，再给你了。来。下羊，哇！这样就行了吗？可以啊。这样加上大概得烤多长时间呀？两个小时，烤两个小时。小时来大锅。所以这个火是不是也得控制好，不能太大，容易给它烧糊了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我的经验。啊，温度大概是多少？这没有一个确切的温度啊。你要说我的手感，正常来讲，里边的温度啊，如果闷烧的话，得将近达到400度左右吧。啊，400度，这么高温度啊？可能400度，我觉得有点低。要是闷住的话，哦，这也要磨上啊？就全不透气，一点空气都不透。不让它密室烤羊。哎，咱怎么的也留一点空气口吧，要不碳不就憋灭了吗？那不能啊，那要是碳要是着了的话，羊就烧了。啊，羊就跟着烧了。啊，因为它这个是土货的这个泥炉，所以它本身是透气。对对对，来，这边不方便，给我来，我给你摸，来。我给你来点。给你。哎呀，真好啊，这助理好啊。哎，那热不热？你胆儿真大，你敢碰那里头多少度的呀？300多度。哎呀妈呀，300多度！我跟你说实话，这羊都容易烤糊了。是啊，这不能，不能啊！一会儿我告诉你，我怎么看出来它不糊啊？怎么看着不糊？啊！你要拿温度计测一下温度吗？这没有口，那咋放啊？温度计？这个锅是有学问的啊！说这得用这个锅啊，看着啊啊！哎呀，哦，加水，这水瞬间蒸发了，这样就能测出来里边的温度。它大概有多少温度？对，就是能把这羊烤坏了啊！如果说瞬间撕拉一下就没有，证明温度贼高。对，这现在有点水，证明温度还可以。对对，这样就正好。啊，如果说温度高了的话，还拿水降温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知识点不能再往下唠了，这点秘诀都被你学走了。我早就学会了，对，我如果再想想吃分店的话。
但确实啊，很聪明。现在我们看他这些方法，觉得很厉害。但是你这一步一步研发，确实挺不容易。咱们俩也烤点什么呗，是不是？烤，咱俩烤个羊。烤羊呗，都来了，烤羊。那那不烤，我再烤土豆绿。哎，土豆绿花也行。从小学习。行，土豆绿花啊。烤土豆酱盐面，烤鸡蛋，烤鸡蛋，烤鸡蛋，烤玉米，都有。烤玉米，都往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啥烤啥呗，是吧？对，一看你就没打听好战场搁哪，没说这边的。我不知道吃。